我估计他对你的感觉之所以不来，也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在他面前已经没有信任感了，你是个虚拟的人物，你不是个实实在在的人，他已经没有了跟你交往的勇气，是他没有了勇气，不是现在还不存在他原不原谅他，他已经不敢看见你。所以我刚才开门之前我问他，我说他要是真就不来你怎么办，他说让自己变得更强更优秀啊。有些人会自暴自弃的，反正他不原谅我，干脆杀到底，反正没有人愿意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嘛，那我干脆就做坏人，坏人做到底喽。还好他没这样啊。其实你这些话呢他都听见了，他没开门，但是刚刚编导跟我说在第二现场，来打开第二现场。明明为什么不到我面前来？建明你好。主持人你好。为什么一直沉默不语？听见你爱人的呼唤。因为在我心里他说什么我都不信。你这辈子最信任的人是谁？我原来以为我最信任的就是他，但我现在我都不想听见他说任何话，我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。你说你比我大3岁，你实际比我大了整整7岁。你说你家里多么富裕多么有钱，我去过你家，我看到你家里是那样的我都替你觉得心酸。我跟我的家人对你这么好，你这样欺骗我吗？我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对我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最介意的是他撒的哪个谎？他离婚这件事儿啊，我真接受不了。为什么最介意这个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。难道有过婚史的人就没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幸福吗？不是，还是你有，我接受不了他欺骗我。那我问你，你们是不是真心相爱？你觉得他对你的爱是真的吗？除了那些谎言。我不知道。那你今天干嘛要来呢？我就要告诉他我们之间不可能。明明你听我说，胡哥，你给我2分钟啊，你说吧，我跟他说好不好？你说吧。我等一下，我不说他就要走了啊。你说吧。明明，首先我先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过去欺骗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知道不管说是出于什么样的用意去撒谎，只要撒了谎去欺骗别人就是错的。但是我今天我有勇气来到这儿，我就想当着大家的面，我要对你说，我要告诉你我所有的真实的情况。看着我，我叫于永新，我来自山东，我家是农村的，我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海外的亲戚，我一无所有，可是我爱你，谢云，我爱你。明明，明明，够了！你爱我，你欺骗我是吗？如果没有在结婚之前，我发现你是一定离过婚的女人，你是不是打算欺骗我一辈子？当我像傻子一样是吗？明明，你知道。我最爱的人是你，你就这样欺骗我，只是跟我结婚想达到一个目的，图我是一个北京户口还是什么？不是的，我爱你是真的。真的你欺骗我是吗？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个谎言，我是不是要被你欺骗一辈子？你跟我说。对不起，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？你就这么爱我？明明，你说过你爱我，你要跟我结婚的。你现在跟我分手，你爱我，我听了这句话刺耳。我接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。
建明啊，平静一下。你今年多大年纪？23岁。你撒过谎吗？没有。这辈子活到23岁，一个谎言都没撒过？没有。我很难相信一个23岁的人没撒过谎啊！我问一下现场所有的观众，从出生至喜到现在为止，无论任何谎言，善意的、恶意的，一个谎都没撒过的，请举手。其实我是不太相信的，从人说话之日起就开始有了谎言，而且谎言的形式各种各样，除了所谓善意的、恶意的、表面的、内在的、刻意的、有意的、无意的等等等等，没有人没有说过谎。对于欺骗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无需讨论。人类在不断的迁徙的过程中，无论物质上、精神上，他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。为了改变这种自卑，我们学会了用谎言骗自己，帮助我们的内心强大。所以我建议建明，你内心好好的诠释一下，理解一下谎言的意义是什么。永兴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曾经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知道我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你就这样欺骗我。我还把你带到我父母面前说我要跟你结婚，你知道当初我有多开心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要给你最浪漫的一个求婚仪式，我要让你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这一切我都为你准备好了，但是你亲手毁灭了我们的幸福。我不是有心要伤害你。永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结束了。这枚戒指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，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它不仅价格非常的高昂，它能够麻痹得了我们一时，但是呢，过一段时间又会发作，我需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更重要的是，撒谎它有瘾，它可能一
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四次，未来无数次的骗我，所以这一点我完全接受不了。我觉得你做一个真诚人并没有什么不好。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我们生活的健康，我们吃自己种的菜啊，其实活得真诚并没有什么不好。我觉得这个男生本身也不适合这个女生啊。对于一个一年多朝夕相处的女人，连她的出身、连她的历史都没搞清楚，这样人即便有北京户口，即便有家族产业，难道她真的能驾驭得了吗？有这些东西不足以就能给一个女人付托一生的幸福，她还太天真了，她是个孩子。对，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对，就是我喜欢她也不是因为她的北京户口，真的是真的一点爱一个人才都没有吗？真的一点都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，我不在乎说。不，我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某种所谓的道德洁癖去扭曲人性。在乎人的一个人的人和在乎他的条件，这是人之本性。我觉得呢，我们女性呢，很多时候呢很着急想要抓住幸福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能力面对自己的过去，然后给自己幸福的能力。好，我们不要再依靠男人给我们幸福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我一定会努力的，谢谢老师。记住啊，不要矫枉过正啊，我们要尊重人性本身，不说假话就可以了。好吧，生存不是撒谎的借口，就是爱你也不是撒谎的理由，做一个人就是要真真实实。好吧，来，谢谢再见。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好吗？我现在要对大家所有的人也对我自己说，我会做一个真实的自我，我会做一个自信的女人，我会努力完善自己，让自己做到更好。离过婚的人一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在郁永新的恋爱中，袁建民一直恪守着真诚与细心的呵护。在于永新多次回避结婚的请求后，袁建民独自来到于永新家中，永新的假面身份随之暴露。尽管永新真诚的挽回，但是谎言如同毒药，早已侵蚀了真爱。最终袁建民选择结束这段恋情。今天我们为永新的真诚忏悔而欣慰，也希望永新靠真诚获得今后的幸福。建民与永新的这段感情经历，同时也警惕着我们，以诚待人是做人做事的基础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有底线，无论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但不要尝试的去触碰别人的底线，它是一个不可触碰的花瓶。说明白了，交往的就没劲了。如果你完全不明白，也许你们。